这账面上肯定是有亏损的，而且啊，不是估值报告里的那个数字。我怀疑他们是做了手脚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看了这个有机标的资质了吗？已经过去半年了，这有两个追诉案正在协商当中。 我家在湘西，还有一个茶厂呢。呀，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啊。我们这茶园呀、生产线呀、有机标倒是都有。这最近啊，我想把它卖掉了。你们谁想接手啊？我可以便宜给你们。老婆，没事吧？我有点晕车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有点偏僻。山路店吧，来，喝点我们自产的茶。你们转让的时候怎么连账都没查清楚呢？可能是签合同的时候签的太快了，所有的手续啊都是他们那边办的。那想什么呢？哎，李太太，你那个茶厂到底盘还是不盘啊？ 我可有个朋友在问着呢，我那个茶厂啊，正想盘给顾家呢，我现在就等着他的资金呢。哎，顾家这边要是不成的话，你再跟你朋友说好吧。李太太，我这边没问题的，我们公司这几天就会进来一笔账，也就这两天的事儿。啊，那就好。<笑>好啦，老婆。 圈子钱就没想着过来看看呀？你们这不是挖好了坑把我往里埋吗？这，我们一直是正常生产的呀，我们这儿的茶都是好茶呀。行了，我现在说的不是你们的问题，要不要先给那个什么太太打个电话问问？ 我该提供的都提供了，也都是正规手续。你接手之前不调研清楚，现在又来找我说什么呀？李太太，我当初是因为相信你啊。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呀。这厂子效益不好，我不想做了。而且一开始是我也没想转给你，是你自己死乞白赖找我，让我转给你的。顾家，这厂子呢，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，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。 但是，后边的150万转让费你必须按时打给我，一分也不能少。怎么说？徐总，佳姐，其实呢，现在只有两条路给我们选，要么就把厂子继续开下去，要么就直接宣布破产倒闭。如果把厂子开下去的话，这个有机标的过期罚款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 然后投入生产又是一笔钱，没有2-3百万肯定下不来，这势必呢要向银行再去贷款，压力会很大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我们直接宣布破产倒闭，及时止损。这样的话呢，这后续的转让费呢又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进行减免。我们前面投的钱呢，全赔了。我们钱白捡的。顾老板，这厂子不能关呐，工人们都得靠它养家糊口啊。 那行吧，那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你现在怎么想啊？太难了。 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，但是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。我们家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局面，我真的不敢再冒这个险。我刚才也咨询了几个朋友，他们说茶叶的前景也不是很乐观。
当初为什么要签这个字？别急，投资失败很正常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不起，不怪你，人家要害咱，防不胜防啊。 明天就去跟村长说，撤。老公，对不起。